这个能走吗？今天是初五，本来我和叶红霞约好，还有三十多个访民，想去刘小波家。刘霞那里，因为我们看到她很可怜，好几年都软禁了，想到她那里去拜年。但是到九点半的时候，叶红霞突然来个电话，她对我说：“说陈玉兰，我是叶红霞。”我说干嘛？她说她今天想刚出门，九点三十二分的时候刚出门，他们家周围都古堡都包围了，还对她说你昨天跟陈玉兰打了电话叫。越南人去什么公园什么，他说没有嘛。后来他打我电话，我连忙出来一看，我后面跟了有两三个便衣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堵在外面。然后我们好几个约好了二十几个都访民也在外面到处。后来我们还是在这里刘小波还有他老婆刘霞，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。我们内部可能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还没办事，北京警方、古堡都知道了。我们知道，就今天不能去刘小波家看刘霞，所以我们今天回来，有大概有三十多个访民在南寨打了横幅。